这把巅峰赛钟馗中单，我是真的服，都什么赛季了，钟馗还能打中单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百烂之风盛行。就算被他碰巧拿了一血，那又怎样？钟馗这个英雄，他法强就被削了，他就不能走中单。你看这个钟馗啊，他把吕布勾过去了，有伤害吗？我再回头给一嘴巴子。这钟馗还过去追着吕布拍，我真的是，他真是个绝活哥呀！巅峰赛这种绝活哥很多的，他一拿我就知道肯定有水平。这把我们对线的是吕布呀，一般掏了白起，对面大概率是会拿吕布的。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白起不怕现在的主流吕布，白起怕的是暴击流，就现在这种一身防御装的吕布，没有任何压迫感。对面这个镜师傅还入侵野区啊，半血多一点，斩杀线已经到了，先挂个一技能，大招二技能直接抬走，看到没，伤害是不低的，不要觉得坦克很瓜。为什么说白起不怕吕布呢？我蹭点线，翻天野经济就会比吕布高，他打我伤害很刮痧，我打他两下就是一半血，打得他节节败退，看到没，他只能缩塔。吕布缩塔了，我们就可以发育或者拿龙了。我让韩信过来，他还点撤退，那我就自己打。虽然是个坦克，但打龙还是不慢的。吕布虽然在机制上克制我，但他没有克制我的机会，只能看着我越发育越肥。不需要很久，五分钟我就能单杀吕布。利用被动高额移速，螺旋走位躲他一技能，躲不掉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他是打不过你的。这一套下来，吕布就已经半血以下了，放个二技能，他回头了，那我们直接开打，蓄力技能撤出来，重置塔伤，惩戒进塔再挂一下。哎，没带走。这吕布他又是出了两个护手一双抵抗鞋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还记得我刚才拿的那条小猪仔吗？就是为了越塔杀他的。他这个大招免疫了我的二技能啊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我大招又好了，半分钟一个直接拿下单杀。这吕布还出肉，那他能有我肉吗？注意看这一波，牛魔开大把我击飞，吕布开大把我击飞，然后镜师傅来回刮，女娲还在那推我，我在桑起的加持下根本就没有掉血，这吕布直接疑惑，他扫我一下子都没有我回的多。再看这一波，我一个坦克带线直接带到高地，先放个二技能，被包围了，等他们追，大招打马可，惩戒先把炮车逞了，兵线我是不会亏的，吕布开的，马可开的，我蓄力一嘴巴子直接拍死马可，女娲哈哈还大闪，你奶奶的，有必要吗？你太卑鄙了，虽然不是同一时间，但是同一个撤数。这个镜师傅刮我，兄弟们你看我一滴血都没掉，我都在怀疑他有没有在打我，就是这个女娲她出了梦魇下来还打掉了我一点血，这是什么坦度和回复啊兄弟们。接着那女娲刚过来就被钟馗掏过来了，我直接一个大招，还要被他闪现了啊！我一嘴巴子，我掏，问题不大，我绕了一圈又回来了，然后那个女娲也加满血回来了，又让钟馗给掏过来了，哈哈哈！这次你怎么跑？这女娲还推开我，我直接一把把你摁住。正常白起这点血肯定是要回家了，但是我们有桑起，来来来，快奶我，拍我一下，拍我一下。一边感受着镜师傅的刮痧，一边在被回血，这就是双起流。你看镜师傅打我一点伤害都没有，并且我这点血还能回头翻呢。对面吕布马可都过来了呀，吕布说实话不足为惧，主要是那个马可。先放个钩，一技能回血，注意那个马可的位置。我直接摁住，哎呀，哎完了，切后失败，我要逃离战场。镜师傅别挂了好吗？这点血量属实太危险了，我们逃离战场，放个钩劝退。啊！怎么拉过来两个？完了，镜师傅又要戳我，一技能回血，永夜守护回血。哎，哈哈，我还活着。回头一看，他竟然还进戳死了，笑死我了。You have been slain， 永不毁灭。这把是巅峰赛嘛，跟队友的配合并不默契。刚才那一波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，桑起的一技能我是一个没吃到。可以说是连双起流的一半强势之处都没有发挥出来，但即使是这样，我有多能扛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如果和桑起配合默契一点，那基本是死不掉的，如果对面再没有这种真伤英雄，那可以说是去送都死不掉。所以说朋友们呢，快带上你的冤种队友去玩双起流吧。对面这吕布全程对我造不成任何威胁，唯一威胁的就是这个马可，但是白起被动加一速，爆裂加一速，来回走位他根本就打不到我。哇，这一串白色暴击好可怕呀，幸好我有桑起啊。我现在是四血，桑起放了个草丛，然后 A 了我两下，拍了我一下，直接就给我回了一万血上来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对面没有真伤，光靠那个镜师傅刮，他刮的真没有我回的多。以前没玩这个组合不知道，今天一玩那是真的强，我觉得这个玩法肯定是会被削的。大家趁着还没被削的时候，能玩几局是几局。这女娃出了梦魇也是没有用的，我就站在对面水晶里面打她，真的是太快乐了兄弟们。我觉得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白起的移速太快，容易把桑起的一技能躲掉。真的，这个组合谁玩谁快乐，快叫上你的兄弟们去开一把。